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夏天的科罗拉多有多好玩。科罗拉多境内有58座14E2 海拔高于14000英尺的山，经常爬一爬这些高山啊，不仅对你的身体是一个很大的锻炼啊，对你的精神世界也是有很好的启迪作用。科罗拉多是被称为美国攀岩的圣地，除了挑战你的上身的 strength， 还可以极大的提升你的大脑的 focus 和你解决判断事情的能力。我最个人喜欢的叫做 Glenwood Hot Spring Pool，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温泉泳池。这个 theater 啊，它是在两个很大的岩石的中间，有很多很多著名的乐队，像 Beatles 啊什么都在那儿演唱过。山脚下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花啊，非常的漂亮。